花莲空中大学花莲学习中心111年度下学期即日起开始招生了，有人文学系、社会系以及商学系等6个科系，才免入学报名。欢迎想要学习的社会人士还有学子们，空大是最好的进修方式。111年下学期，国立空中大学花莲学习中心即日起开始招生了。完全以免试入学的方式报名，并且开设有人文系、社会学系、商学系、公共行政系、生活科学系、管理与资讯学系、通识教育中心6大科系。空大花莲学习中心执行长林坤正表示，欢迎社会人士和学子们前来进修。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为止，用网络的方式来报名。那空大呢，从民国开始设立，75年开始设立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了，所以呢也很有的悠久的历史，所以也培育了很多花莲的乡亲从空大毕业拿到学位。所以空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修的一个场所跟环境，而且我们还有客制化来开课。像我们空大有6大学系，人文学系、社会科学系、商学系、公共行政还有生活科学跟管理资讯，这个是6大学系。另外我们也有专科5个学科，配合大学部的这个学系呢，有开了5个科，一个是公共行政管理科，一个是社会福利这个行政这个管理科，另外一个呢就是综合商科，还有呢就是企业管理科还有生命科学生命事业管理科，总共呢6大学系5个学科。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呢邀请了呢乡亲来加入我们花莲开的很多的专班，像花莲空大呢有公共行政学士专班、管理资讯学士专班，还有社工专班。在我们凤林地区有呢生活科学系的学士专班，在义里地区有社工专班跟公共行政的学士专班，所以这么方便各位来进修来学习的一个环境，而且可以拥有大学学位、专科学位，或是呢可以增加你的职场技能，提高你的职场竞争力，这么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就在空大。所以乡亲，只要你呢高中职毕业就可以念我们的专科，只要你年满18岁没有学历限制就可以念我们的大学部假如没有高中学历就叫做选修生，不过修的学分都承认，修完40个学分及格再报名变成全修生，一样修到128个学分就可以拥有国立大学的学位。所以花莲空大这就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所以一个很好的进修的场所，乡亲只要想要进修一定第一个想到就是空大，所以空大呢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另外我们除了读书能够增加知能以外，我们还有社团活动，所以你也可以参加社团活动呢，可以呢累积你的人脉，然后可以认识很多的朋友。那除外我们还有开了一个叫做测量的国家考试班，那到目前来讲已经考上了131个人了就是考上公务人员，所以你只要对这个测量有兴趣的也可以呢来加入我们空大呢来进修呢这个测量国家的考试班。空大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执行长林坤正表示，空大拥有优良的师资是乡亲好朋友，每个科系内容是符合现代人的需求，尤其在终身学习上的环境可以让前来进修的学子，空大是最佳的选择。记者蒋宁，黄泽老。